地方开始走，走到湾潭，沿着这个河岸呢，一直走，走到那个湾潭，完全没有路，走到湾潭坐流龙。啊，那你也开好心。坐流龙，然后坐流龙以后再走那个湾潭的古道上去，再走大概有半个多小时，才到北那个北宜公路，再搭北宜公路，再搭车子去到那个大平林那边生产。等一下。那你可以提早前一天出发吗？不晓得要生啊，其实是我算错，因为医生是说我大概九月底会生，那我以为是九月中旬，九月底，那我以为是那个农历的九月底，结果我的儿子是九月底的国历，差几个月哈，就生出来。所以，生那个小朋友真的是非常辛苦哈，因为那个生小的不要插嘴，小的，妈妈也赶来了，然后全村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胖子要生小孩子，到处去求看看哪边可以有路可以走，然后看看谁敢把那个弄那个竹筏，所以水很高，没有人敢，因为水不是这个绿的啊，水是那个黄色的。那表示山上的，山上一直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山洪爆发，下了，自己得来，后来走一走，那时候也不敢穿鞋子，都只能穿拖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全部都是水，你穿鞋子很快湿掉，然后踩下去陷到这边上来，那可以拔起来的，拔起来就是脚抬起来，有一脚就没有拖鞋，对，猜看看谁会下去用手把拖鞋拉起来？你老公吗？不会吧，是他那时候不在家。猜看看，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婆婆，还有一个公公，你猜看谁会把那个拖鞋拉起来？妈妈吧，绝对是妈妈嘛。对啊，娘家才会啊。然后娘妈妈就会一直跟你讲说，那你慢慢走，因为很痛啊，所以娘家妈妈也陪在你身边。对啊，因为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啊，我要生产，要生老大的时候是，哥哥知道，哥哥就赶出来。那生小的时候是因为一直在找，看看有没有人帮我们把竹筏。